以上甲国校进前的这个幼儿小朋友，啊，过来就是咱的国中，国校入去读册了，甲高中三年的这个学生朋友，过来就是咱的孕妇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咱有高风险的这个长者吼，啊，搁有这个医护人员，吼，就是咱家里住下，啊，搁有咱长期陪伴我们在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，这六种的这个族群吼，第一阶段今仔日开始就会当伫咱的合约吼的诊所。乙所甲咱的维生素开始注射，啊，第二阶段十一月一号开始，54岁甲64岁成人就会当开始注啊。啊，这边嘛要大家报告，就是讲咱台南市较特殊的，咱有这个肺球链球菌，啊，肺炎链球菌的这个注射吼，是免费公费来支出的。你若准讲无政府来啊，甲议会的议员来甲咱斗相共吼，咱都爱家己去出钱来注射。这个注射可能一针伫外口。爱住就才3000块啦，吼、哦，才3000块，所以咱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，公费免费来给咱注射，咱大家会当吼做伙住，啊，伊嘛免烦恼讲哦，这边来注射，倒手吼会当注流感，正手会当注肺炎六球菌，啊，过来咱防疫的这个 COVID-19 的疫苗嘛继续注吼，即卖注到第四剂、第五剂，啊，第四剂到第五剂，咱的中者吼，咱注射注到真袂歹，迄个成绩袂歹。